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教会有袂少的团契，他这团契啊，除了例行性的聚会以外，有时阵也特别啊，举办特别的聚会。譬如讲，咱伫顶顶礼拜六，咱的奉神团契举行一档一届的这个欢迎会，欢迎来到伫啊这个大华府地区。读册、工作的青年人，啊，迄届未少的人，青年人来到伫咱的教会。昨昏，咱的爱家团契嘛，前往 Sky Meadow 啊 ，State Park 伫个所在举行聚会，也未少。咱看起过去未来到伫咱教会，总是这些青年人伊也来参与这个聚会。除了这以外，咱有一个青年福音的乐团 ，Youth Gospel Band， 昨昏。因特别到伫咱后壁，迄、那个啊老人安养中心，伫、這个所在，因带着乐器、吉他、电琴啊，即、這个电子琴，啊，佮有各种无同款的乐器，伫、這个所在唱歌，互遮老人听，佮因分享福音，也邀请因来咱的教会。遮活动拢是要互咱的团契，毋仅是兄弟姊妹同彼此互相交陪，像是咱会通邀请。甲咱有同款年纪，也是同款趣味的人，同齐来到伫教会。真心期待咱的团契，每一个团契，每一届聚会，拢会通有真好的分享，同时会通彼此造就，也共同来造就咱的教会。团契这个字伫英文叫做 fellowship， 伊是对约翰一书来，约翰一书内底讲，咱甲上帝互相交陪。也要通过咱甲上帝互相交陪，咱彼此互相交陪。团契就是一个团体内面才会成员，通过彼此互相交陪来产生互动，来达成因的心灵彼此中间的契合。咱教会团契活动，甲着一般的咱讲一般的俱乐部无共款，一般的团体无共款，就是咱唔仅是人甲人伫互相交陪，相识。咱伫人甲人诶互相交陪中间，咱有去感受到咱甲上帝咧交陪，咱甲上帝有互动。这是因为咱所相信诶上帝是三位一体上帝，上帝有位格，所以通甲着咱人，就是有位格人会通产生互动。当然，捌伫咱诶讲道中间，捌提起到讲，圣神是一个有位格诶上帝，所以咱称作三位一体上帝。信心不是一个秘，信心不是单单一个力量，信心有伊的位格，也因为信心是有位格，所以会通甲同款咱有位格的人，会通产生各种无同款的互动关系。用咱头先所讲的话，会通互相来交陪。但拄拄亲像咱人甲人、朋友甲朋友、翁仔某中间，咱有人格甲人格、位格甲位格中间的互动。咱甲圣神中间嘛有即款的互动，所以咱就爱斟酌，也爱细腻。因为咱甲别人互动的时阵，有时阵咱讲话，有时阵咱所做的代志，咱若无细腻，咱就可能得罪着对方，破坏着彼此中间的关系。同款，当咱甲圣神伫互动、互相交陪时阵，咱嘛就爱谨言慎行，就爱斟酌咱的讲话，甲咱的所做。免得咱得罪圣神，咱家己毋知。为着要避免咱毋通伫无意中来得罪圣神，啊，圣经甲咱教示，咱爱伫七方面爱特别注意。第一，咱毋通背逆，也是控告圣神的工作。第二，咱毋通破坏，也是消灭圣神的感动。第三，咱毋通互圣神担忧，也是互圣神忧闷。第四。咱毋通毁坏圣神的灯。第五，咱毋通欺骗圣神。第六，咱毋通污蔑圣神。第七，咱毋通谤读，也是讲亵渎圣神。咱先对第一项来讲起。咱在教会的起造，甲着教会发展，甲着五旬节圣神的降临有密切的关联。圣神受差遣来到伫世间，就是要帮助门徒。来起造教会，我们都有见证的能力，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
那这个见证应该受到尊重，总是有一挂人会予伊过去信仰的传统所束缚。既然伊看，甲着伊所坚持传统的思想、传统的信仰无相符合的时阵，因就反对。上时有的时阵是为着反对来反对，甚至为着要坚持反对，因会采取暴力的手段来对待遐会传扬基督福音的人。斯提凡是一个被信心所充满的人，伊伫人的中间做一些好事，上时佫行一些新业甲技术，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拢是当初时有一挂拥有传统信仰的犹太人，因甲斯提凡辩论，因要辩倒斯提凡，因为讲斯提凡见证基督是唔对，拢是斯提凡用智慧甲信心来讲话。让因这些人无法度辩赢伊，因无法度辩赢斯提凡，总是因为着反对斯提凡，因着使弄人出来做假见证，诬告斯提凡诽谤摩西甲着上帝，吞打圣殿甲着律法，所以因将斯提凡掠去到伫犹太人的公会来接受审判，拄拄亲像因当初时对待耶稣安尼，因对待斯提凡。咱人常常会予咱过去的一挂思想观念，包括咱的传统的信仰，甲着咱文化习惯所束缚、所制约。地教的时阵，咱袂通看到信心自由自在的运行，咱抵挡信心的工作。斯提凡面对遮个思想非常的硬，常时心思心胸非常恶的律法主义者，伊一点啊也无惊呀。伊指责讲：“恁甲恁的祖先共款，恁暗棍硬，恁虽望肉体有接受割礼，总是恁的心甲恁的耳孔拢无接受割礼。恁的心无接受割礼，所以恁无多领受上帝的圣神所做的工。恁的耳孔无接受割礼，所以恁听袂到圣神对着恁讲的真理。常时恁常常背逆圣神，过去。”因的祖先无听探先知的话，迫害先知，但这个时，因无要听探耶稣基督，也杀害耶稣基督，常时继续迫害圣神来传扬耶稣基督才会门徒。兄弟姊妹，圣神会通感动人的心，予人会通听起真理的声。总是当一个人当伊拥有宗教的特权。总是伊个心胸非常狭小的时阵，佮予伊个思想传统来束缚个人，有个时阵，伊会迫害圣神的工作，抵挡圣神的工作，迫害先知佮真正有信仰的人，伫旧约时代已经出现，伫新约时代嘛出现，伫教会历史中间也继续咧出现。有人捌安尼统计，对十五世纪到伫十九世纪。当初时有一个叫做宗教异端裁判所，这个宗教异端裁判所拢总处死34万人，其中是3万人是用火甲因烧死。英文圣经，咱即摆已经有足侪翻译的版本，总是第一个开始翻译英文圣经的人，伊的名叫做 William Tyndale， 咱改翻做丁道尔。伊有一个心愿，伊感觉圣经是属非常的宝贵。应该将圣经予大家人拢会通读，总是当初时的英国只有列丁文的翻译的圣经，常时教会禁止别人来翻译圣经。伊向上帝立一个心愿，讲我希望会通将圣经翻译成做所有的英国人，无论你是有受高等的教育，还是你一般的贩夫走卒，包括你佚佗的囡仔，当因看到这个圣经的时阵。因会通捌上帝，因会通感受上帝为临到伫伊，总是伊这个心愿，当初时受着迫害。1536年10月7日，伊被判做异端，然后被人甲伊掠去到伫异端裁判所，伫遐判伊是异端，然后甲伊吹暗棍死去，然后佫将伊的遗体用火烧，烧做灰灰。特别临死之前，伊也搁咧祈祷。伊祈祷上帝讲：“主啊，求你伫拍开英国国王的目睭，互伊看起
圣经的翻译是何等的要紧。史蒂芬也好，听到我也好，以及类似这些故事在提醒我们一项事，我们就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让我们自己传统的信仰、传统的习惯所束缚，直到我们没接受圣神的工作，还特别当我们有宗教的官兵、政治的官兵，或是其他的力量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违背圣神，像是我们会去迫害那真正有信仰的人，直到我们抵抗圣神、得罪圣神，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第二，我们不可以打灭圣神的感动。打灭的意思就是说有火在那里，然后你将这个火把它打花去，所以意思就是阻挡、打开的意思。我顺着圣神亲像火降临在使徒的身上，或者使徒原本是软弱的人，总是因开始勇敢来传扬上帝的道，带领一些人悔改来信主。圣神亲像火，会通在咱的内心点到咱的心灵，疼上帝，也欢喜火力来侍奉主。保罗先生提醒伊属灵的囝提摩太讲：“你得爱将上帝通过我还手在你的身上所赏赐你圣神的恩赐来混治，搁一届予伊亲像火来燃烧。”同款，当咱予圣神来感动，咱就持续保持伫咱心内对着上帝疼的火力。圣神本身未被消灭，总是圣神伫咱的心灵中间所点到迄个火焰，有可能被消灭。消灭圣神的感动，就是咱毋仅是无予迄个已经伫咱心灵已经点到的火，来继续来眺望，反倒等咱想尽办法来甲伊拍花去。如果我们要眺望圣神在我们心中所已经点到的火焰，我们就必须要继续给它加油。若是没有油，那这样这个灯火就会来打花。马太福音书第二十五章，耶稣用十个十四女来听候神农到来，来做一个比喻。他说上帝国亲像什么火？上帝国是人来听候神农，听候这位基督。那十位十四女中间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公的。因在半暝时阵在听候神农到来，倘好迎接神农。但这愚公的十四女讲因是愚公，是安怎要讲因是愚公？是讲因知影通提灯，总是因无加准备油。这聪明的十四女讲因聪明，是安怎讲因聪明？就是因唔也是准备灯。像是知影，加准备一挂油。但这个新郎到来时间无确定，迄、那个时、迄、那个日，咱唔知。新郎有烟尘的时阵，所以才会在十四路在听候的时阵，拢度过，然后困去。到伫半暝当困得息的时阵，有人大声话讲：“那新郎到来了，新郎到来了，恁就紧来迎接伊。”迄个时阵，才十个在十四路拢醒起来，开始整理因的灯火。那五位愚公的十四女看见他们的油已经不够，火强强要化去，他们就进去又去买油。总是当他们买油的时候，这个新郎已经到，门就关起来，他们失去迎接这个新郎的机会。但对这个比如来看，聪明的信徒就是常常和圣神降临在他的生命中间，准备够够的油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要到。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中间，这个灯火因为有油，所以不会打花，可以保持这个灯火不管是光明。反倒等那个愚公的信徒，不是他没信，不是没在听候，他也在信，他也在听候，总是他没加准备一挂油，直到那个关键性的时刻到的时候，他的火刷来化去。当咱读上帝话、听上帝话，圣神伫咱的心内做工，互咱心内感受着火热。咱欢喜听主，咱欢喜服侍上帝，咱欢喜甲人分享。总是有时阵，咱坐坐顾虑，咱惊东惊西，特别咱惊咱的面皮，唔敢开嘴。直到圣神已经点到伫咱心内，这个火把
来打发去。圣神是咱维持咱的灵命，不管是光明的一个火焰。咱消灭圣神的感动，是咱日常生活中间介容易去触犯圣神的一个错误。咱的生活若愈无用，咱这个犯着这个错误的机会就愈多。唯一会通帮助咱减轻这个犯错的方法，就是咱得爱每一天找一个时间，咱读圣经，咱祈祷，甲圣神三千军，保求圣神的油常常伫咱内面。若无，咱原本已经点着的火焰，有一天的确会化去。第三，就是讲唔通让圣神担忧，也是讲忧闷。就是讲一个人，伊背逆上帝，伊咧伤害家己，伊咧做伤害家己的代志，得到圣神为着伊咧担心，为着咧挂虑。在圣经中间，这句话有出现两次，一次是在旧约，以赛亚书第63:10，另外一次是咱今仔所读的圣经以弗所书4:30。但伫以赛亚书第63，先知以赛亚指出。上帝要用恩典、怜悯、慈爱，疼惜以色列百姓，将因带领离开出埃及困苦的地。这位上帝亲像一个慈爱的老母，在古早时就疼惜以色列百姓，抱因、带因，甚至教因同齐受苦。以色列百姓在苦难中间有拄着上帝恩典，因原本应该是顺探的上帝，无惊虚假。总是先知指责因讲，上帝虽望用慈爱甲怜悯来救赎恁，总是恁竟然拜偶像来背逆伊，和上帝的神担忧。这是伫旧约中间讲到以色列百姓和上帝的神担忧的一段经文。那保罗先生提醒以弗所的信徒讲，恁已经受圣神甲恁感应，恁着听候得到救赎的日来到。所以恁爱做一项事，唔通让圣神为着恁担忧。一个人悔改信主，就是真做上帝的儿女。圣神看面做记号，讲你是属于上帝。当这个时阵，你是上帝的儿女，恁就存探伫拜上帝。担忧是上疼的表现，因为你有疼，所以你会为你疼的人，当因在伤害家己的时阵，你会为着伊担忧。当一个信徒走唔着路，偏离正道，常时阁要听无要听劝告的时阵，明明家己知所做唔对，总是继续背逆落去。这个时阵，圣神会为着伊担忧，因为圣神知伊的后果会非常的悲惨。这敢若亲像一个老母，他知影家己的囝在食毒，伊心内会忧愁，伊心内会担忧。伊用尽办法劝告伊，帮助伊，总是这个囝犹原无要听，犹原继续。那呢，这个老母的确是担忧，然后伊知影，伊的后果的确会非常的悲惨。但咱做甚物款代志，会互信心担忧啊？对《以弗所书》第4前后文来解看，会通会互信心为着咱担忧有一挂代志，包括咱讲白贼话。信心的担忧，当咱常常在受气，像是受气到底日落，犹原也搁咧受气，信心的担忧。当咱去偷摕别人的物件，信心的担忧。当咱的内心充满了苦毒、万分，信心会替咱担忧。当咱讲话无影无一只，诽谤别人的时阵，信心会为着咱担忧。唔通让信心担忧，这是保罗甲咱讲一个要紧的代志。因为信心拄拄亲像一个老母共款，伊疼你，当你咧做你伤害你家己的代志的时阵，信心会为你来担忧。第四项是讲唔通欺骗信心，所以欺骗信心就是用假冒伪善、沽名钓誉的方法来欺骗别人。也在欺骗别人的时阵，欺骗上帝。使徒行传第5记载，圣神降临，有一个信徒因为受着圣神的大感动，所以将因的残垣、因的厝体摕去卖，然后将所卖的银
下伫使徒的脚下，大家共同过一个共同的生活，照达人所欠用的分予达人。当初时，即群的信徒因大家拢将变卖所有的来交出。总是有一位信徒，伊的名叫做阿纳尼亚，甲着伊的某撒菲拉，因也去卖因的田园。总是因将因所卖的田园的钱留几分地的，然后将剩的再来放伫使徒彼得的脚下，然后讲：我已经将我所有的全部奉献。彼得知影这项事，伊就对阿纳尼亚讲：阿纳尼亚，啥事撒旦充满你的心，来骗圣神啊！你将卖园的钱暗中留几分落来，园若还未卖，敢毋是属于你的吗？那卖了，这个银嘛是你在注意，总是你心内啥事想出这个歹歹？你们若是在骗我，在骗人，你是在骗上帝。彼得指责了后，阿纳尼亚马上趴倒在地，断开来死。后来，伊的太太米莱也遭遇同款这款的命运。但这通讲是伫初代教会所发生一个不幸的代志。要提醒咱一项事，唔通欺骗圣神。圣神并无要求阿纳尼亚就将伊的田园来变卖，圣神嘛无要求伊就将所变卖的金钱全部摕来奉献。总是圣神有要求，你着诚实，唔通白贼，唔通沽名钓誉，讲你奉献全部，总是无影无一只，唔通假冒伪善。啊，你姊妹爱结集。咱的主该讨厌的，就是一个人假冒伪善。那是安怎阿纳尼亚夫妇受着这么大严厉的审判？其中一个最重要要素，就是因为初代教会拄拄是伫这个起造关键的时刻，在这个时阵所发生的任何一个代志，拢有伊奠基性的意义，对着教会后来发展会有深远的影响。这个。好比出埃及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信仰形成介关键的时刻，伫咧时刻内面所发生的代志，拢会影响伫因的后代。所以伫迄个时阵，因若做唔对代志的时阵，上帝给因的刑罚是不止严格，要成做后代的人的一个尴尬，互咱无亲像因来贪恋，互咱无亲像因来拜偶像，互咱无亲像因来欺骗人、欺骗上帝。如果教会开始咧起造，一个开始，用阮这种欺骗的代志，欺骗圣神、欺骗人、欺骗上的代志，来伫教会内面发生，那安尼，这种沽名钓誉、假冒伪善，就成做教会一个记号。伫当初时，教会外有侪侪人想要掠教会把柄，然后要控告教会，要毁灭教会。教会内部呐，用阮这种欺骗的行为。马上成做人的把柄，成做人的取笑，成做人毁灭的对象。反倒转，一个清洁的教会，一个诚实有诚实美德的信徒，才会通有好的见证，同时会通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所以教会伫罗马帝国原本是一个非法的宗教，总是落尾竟然成做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国教。除了当初时的皇帝做一挂命令以外，最要紧的就是，这些当初时，这些信徒，因有信实的美德，因有为着上帝欢喜来付出因生命，这种的信仰，像是因的生命中间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因相信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因也着爱真做诚实的人。第五，唔通来毁坏圣神的殿。保罗先生讲，点唔知恁就是上帝的殿。是怎称作是上帝的殿？因为上帝的神要来点在恁内面，所以世上有人要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毁坏迄个人。那这些所在所讲圣神的殿，还是讲神的殿，有两项意思。第一个是整体来讲，就整体来讲是指基督的身躯，所有的信徒、各性的教会，这是基督的身躯，这是上帝的殿。第二是就个人来讲，每一个基督徒，伊是个别的信徒，伊正做耶稣基督身躯的一个具体。
那什么人会去毁坏着基督的身躯这个圣殿啊？一挂基督徒，因想要服侍上帝，总是因心内却存着分裂激动的心，用分裂激动的心在服侍上帝。保罗先生非常语重心长，对着当初时哥林多教会安尼讲：，恁中间有人讲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讲我是属于阿波罗的，有人讲我是属于基督的。保罗非常痛听讲，难道基督是分裂的吗？难道你要继续和基督的身躯分裂吗？恁彼此激动，彼此纷争，彼此抗争。恁咧侍奉上帝，总是恁唔是凭着信心咧侍奉上帝，恁是照着恁肉体意思咧侍奉上帝。这款的侍奉，你也袂通造就一个合一的教会，反倒等是咧分裂教会。那什么人会通毁坏基督的机体，这个信心的灯啊？是信徒一本人。信徒本人所行淫乱的行为，会毁坏上帝的殿。保罗讲，人所犯的，无论是甚物罪，拢伫伊的身躯以外。独独你若行淫乱，你是得罪家己的身躯。一个信徒的身躯是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宝血所买赎得来，会通成做基督身躯其中的一个机体。所以当这个信徒犯奸淫，甲着枪击结合的时阵，伊是将基督的身体甲着枪击联合成做一体，来毁坏、来打拉散基督的身体。兄弟姊妹，上帝赎回咱的身躯，伊看重咱的身躯，要让咱的身躯成做圣神所徛起的殿。咱要好好保守咱的身体，咱要注意咱家己身躯的健康，甲着伊的清气，唔通毁坏，唔通打拉散咱的身躯。咱暴饮暴食，咱食薰，咱常常啉酒醉，才会对着咱身躯无好个，拢会毁坏咱身躯个电。拢是其中介严重个，就是淫乱。等咱犯了淫乱个罪时阵，咱是伫即个身躯顶面咧感恩上帝，因为咱若是得罪咱个身躯，相时咱是咧毁坏圣神个电。第六，唔通武慢信心。所谓武慢，就是利用自高自大、骄傲态度来看轻上帝的救恩。当一个人伊捌得到光照，当一个人伊捌得到上帝好嘅恩赐，也捌感受到信心的感动，佮得到上帝一道，佮到来世愿望，总是伊落尾背叛，那安尼就袂会通予伊佮有换新的心来反悔。因为当伊背叛的时阵，伊是伊家己搁一届定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明明来凌辱耶稣基督。这款的人，因捌得到真道，总是极故意犯罪，故意背叛上帝。因自高自大、傲慢的态度，看上帝的救恩无物，暂时将上帝所留的宝血看作是冰箱，也将圣神予人顶头生的救恩看作是无稀罕。这种的人，希伯来书讲，因会受真大的罪，常时会受真大的刑罚。希伯来书安尼讲，该想伫旧约圣经中间，人若弃绝摩西的律法，只要有两三个人做干净事实，那这个人的确是死，无受到怜悯。何况恁捌受到上帝恩典，恁个人来糟蹋上帝的囝，将这个性的欲的血看作是上命，佮侮辱施恩予人的信心，那呢，这号人会受到非常大的刑罚。侮辱信心的人，后果会非常的悲惨，因为听候因的是审判的火，听候因的是毁灭的火。伊毋是落伫人的手内，伊是落伫迄个会通将人的身体佮将人的灵魂完全灭绝上帝的手内。第七项，唔通谤读圣神。咱若讲侮辱圣神，是侮辱圣神伫咱身上所获得的恩典，看伊做无物，将这个昂贵的恩典当作是廉价的恩典，无好好疼惜上帝获得的恩典，看这个恩典无物。那是谤读圣神，
是人用邪恶的态度扭曲、论断、攻击圣神。咱会通对马太福音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的一个故事来了解，什么叫做谤读圣神？这个故事提起到有一个人，和鬼附身，一个青梅，搁哀告，人将伊带到耶稣遐，耶稣怜悯伊，医治伊，和这个哀告的会通开嘴来讲话，和这个青梅会通开目睭来看去。众人拢归荣耀乎上帝，总是当初时法利赛人却讲，耶稣赶鬼是靠鬼王别西卜。鬼王别西卜就是撒旦。伊明明知影，伊嘛捌读过圣经，伊明明知影上帝的神甲着撒旦无共款，总是因理性上知中间的无共款。总是在他们的意志上，他们有缘盲目地反对耶稣，竟然说耶稣是让鬼附身，像是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靠着撒旦在赶鬼。他们这种的恶意的言辞，不仅是否定上帝的作为，像是扭曲上帝的作为。我们误解这项事情，我们是有错误，我们明明知道这是对的，我们还把它扭曲，故意做歹解说，扭曲上帝作为，讲圣神是撒旦，那安尼，咱所犯的罪就非常的大。耶稣经过这法利赛人讲，恁若犯罪有谤读，恁会通得到赦免；独独恁若谤读圣神，无要赦免伊。恁讲话得罪我，我即马是人子，我所行所做，恁攻击我，我犹原会通赦免恁。独独恁若唔也是谤读人子，恁阁讲话来攻击圣神，那安尼无论是今世，无是来世，无要赦免伊。谤读圣神，这是重罪。从耶稣身上圣神，讲是撒旦的邪神，这种遵着邪恶的心思态度来扭曲上帝真理的人，唔也是无法度得到赦免，伊的将来的确受到毁灭。但亲爱的姊妹，咱今仔所讲的非常的沉重，因为有可能咱有犯过这的错误。咱毋是圣人，咱难免拢有过错。过去咱对着圣神认捌无够额，所以咱有可能咱讲话、咱所做的代志、咱得罪圣神，总是咱家己也毋知。咱知上帝是慈爱，像是有怜悯，总是咱毋通袂记起上帝嘛是圣洁。上帝嘛是公义，咱唔通加想要领受上帝一做个教人民，却袂记住上帝伊个性格甲公义。咱愈袂使滥用上帝一做个教人民，予咱继续活伫罪个中间，直到咱磨翻了着伊个性格，甲着伊个公义。上帝呼召咱来成做伊个儿女，唔是要予咱剥掉遮个垃圾，是要予咱成做性格。上帝在耶稣基督内面呼召咱、拯救咱、拣选咱，是要让咱通活在耶稣基督丰富的救恩内面，和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智慧、公义、圣洁甲救赎。啊，上帝佫差遣圣神来点伫咱的生命内面，要让咱的生命会通对称义到伫真性，称义到伫真性，这是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直接要做的工作。伊要让咱本性、咱的灵性会通对罪的污染。通得到清气，然后佮根据耶稣基督仁爱佮真理的形象来塑造咱的生命，和咱的生命会通佮上帝的性情有分，和咱佮上帝的交配愈来愈深。大兄弟姊妹，圣神若要提醒咱，甚物代志咱有得罪伊，咱就来祈祷中间来恳求伊的赦免。咱知影，古约圣经中间灵性非常高的一个人。就是大卫王，我都写出诗篇二十三篇，甲着一个诗篇的人，伊的灵性实在是非常的高。总是咱知，就是大卫王嘛，捌犯罪，伊捌得罪过圣神，得到圣神离开伊。总是当伊知影家己犯罪时阵，伊有悔改，伊有认罪，伊谦卑伫主的面前安尼讲：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和我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求你唔通弃杀我，和我离开你的面。求你
唔通对我收回你的信心，予我犹原得到你救恩的欢喜。当咱有这种忧伤的痛悔的心的时阵，上帝的确无看轻，伊的确会赦免咱，伊煞差遣圣神来锻炼咱、扶持咱，予咱通甲圣神有搁较侪、搁较好的交配活动，也予咱会通甲圣神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啊，亲爱兄弟姊妹，唔通得罪圣神，咱得听候圣神，迎接圣神，尊重圣神，听探圣神。疼惜信心，那安尼信心要成做咱介好的安慰者，要成做咱介大的帮助者，也要成做咱介明确的一个引导者，请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是真容易犯错误的人，阮要求你怜悯阮。你有找个信心来做阮的保护师，要赏赐阮坐坐稳定。可是我愚公欠缺骄傲心，竟然不知圣神就在我的四周围，竟然不知圣神已经点在我的内面。你教我无法度甲着圣神保持好的互动，甚至有时阵我讲话、我的行为得罪着圣神，我家己竟然不知。爸，我的上帝，求你着怜悯我，怜悯我的无知，怜悯我的愚公。我为着我过去要控制信心的工作，要消灭信心的感动，要让信心担忧，要毁坏信心的灯，在你的面前忏悔，求你的赦免我。我也恳求你阻止我无犯大罪，让我千万无陷入在欺骗信心、污蔑信心、谤毒信心这种的大罪，免得我沉沦无得救。天父，我的上帝，求你也唔通。收回你已经赏赐我的信心，让信心继续在我的四周围，成做我的安慰者，常常来引导我，让信心来点在我的内面，永远来扶持我。父，我的上帝，求你让信心亲像火来点到我心灵的灯，求你让信心亲像水来洁净我内在垃圾的生命，求你让信心亲像气，让我在我的内内外外出出入入，带来我外面的快乐。父，我的上帝，求你将信心赏赐在我中间，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Thank you.